三月小妈祖，但你这个时间来自全台分灵庙宇，拢会倒来到鹿港天后宫卡座。十五号下晡，社头旧社天门宫的开基古里妈，以及周清明虔诚信众，嘛专程伫妈祖西进前，倒来到鹿港后头厝卡座进香。长长的进香队伍，让鹿港变得非常的热闹。李登盖等于鹿港业主已经将近十年，因此今年旧社天门宫也特别准备了真多顶头，以及上千名信众做伙陪妈祖等于后头厝。今仔日呢，非常欢喜，咱是咱迄、那个咱彰化县社头乡吼，咱旧社，咱开基吼，咱的旧二妈呢，将近要十年啊吼，要咱今仔日呢，特别来咱鹿港天后宫呢，要来进香。咱古社开基古里妈呢，也是对咱鹿港吼，咱遮这个分出来啊吼，等于的。所以呢，咱等于咱请咱的咱的圣庙呢，来回娘家啦。咱非常感谢咱鹿港天后宫吼，咱主委呢来遮呢来甲咱咱交代。对古社天门宫的业主，鹿港天后宫嘛出动真大规模来迎接应。咱社头啊，旧社天门宫啊嘛已经十年啊吼，无当来回娘家啊吼。啊，那么伫咧民国95年啊，咱社头啊旧社天门宫啊，因连续来一做进行三年了后，然后因个庙啊重新来重新来翻修吼。啊，那么伫前几年啊来入去安装，那么是嘛伫咧小主委啊带领之下啊，今年啊来向圣庙啊挂杯，啊妈祖杯啊嘛竖杯吼。啊，因准啊咱。社头旧社天门宫啊，妈祖啊，啊，回来啊，一做进行哦，啊，所以讲这个活动啊是非常有意义，嘛延续啊几百年啊吼。那旧社天门宫跟咱鹿港天后宫渊源是同出一脉，啊，所以讲而且啊，希望妈祖婆会当庇佑啊，咱社头啊，咱跩乡亲士大会当安尼平安顺遂，啊嘛来祝福咱这次啊，诶活动会当圆满成功安尼。第一组进香结束了后，天门宫也倒转去石头了境，为地方的信众祝福保平安。新庄新闻蔡中青，鹿港采访报道。